好美哦！不许盯着我看啊！再看我戳瞎你的眼睛！来，靠近一点。哎，再近一点。哎，很好。昨晚为什么自己先走？我警告你，不管以前我们有过什么，都一笔勾销。真的，你不要再对我有什么幻想了，我们俩是没有未来的。忘记我吧。忘记？不可能。 这孩子怎么这么拗啊？不可能！好的，好的，非常好。哎，哎，再自然一点啊！好，漂亮，好，非常好，搞定，大家收工了。嗯，放手啊！不放。放手！嗯，不放。我警告你，现在放手。振作好。不放就是不放。 这么巧，陈总，又见面喽。你们两个认识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昨天晚上你刚走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工作要吩咐厉微微，她现在恐怕没有时间跟你闲聊。好吧，微微，改天我再约你。厉微微，我不管你以前在玲珑是什么样子。 既然你现在替杜做事，你代表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形象，你能不能克制一点，不要在公共场合勾三搭四？我哪儿在勾三搭四了？我不是老老实实的帮你公司干活吗？你那是在干活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败坏杜的形象啊？哎，陈一度，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有病就去看医生啊，少在这里拖累别人。没话说了啊，反正我任务完成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谁让你走了？